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决定了的事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公子啊，你看起来格外容光焕发，是不是诅咒？一夜之间恢复黑发，昨晚竟能有此功效，你真不愧是百草之王。你看那儿，待会儿我们从那里下去进入水道，就能走近路回到谷中了。那我再给你渡些灵力。不用，你留着吧，待会儿你跟着我，因为可能有暗流。那在水下我也可以给你渡些啊。省点力气吧，到了谷中全是敌人。我孔武有力，你别担心。这词儿不是这么用的。那公子你孔武有力。你为什么脸红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昨天晚上头上的花为什么会变颜色？你看到了？嗯。下次别睁眼了。